主席，各位先进，请您一下我们陈主委好吗？陈主委，两位你好。来，主委你好，我想我还是蛮关心大家所一起关心的题目了哈、哦。那你对于这个一传媒的那个股权的转移啊、哦，对于这个要辜家啊、你刚刚讲辜先生寄出的一个所谓的三步哈、哦。是不是这回事啊？所谓三步这回事，我们没有什么三步不三步，只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监理的态度呢，跟他说明了。从这个案来讲，我想人都一致通用的。这个对个案你们处理，让他这个我们尊重啊。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制度上的建立，你们到底是管金产煤还是管金煤 only？ 这个煤跟产到底是什么？就是媒体跟产业。你是管金控，你们是管金控不得兼任媒体去挂媒体，还是说金控不可以挂所有的产业？这到底这个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好吧？是，我们基本上面哈，先就这个个案呢，这个个案当然我们对于这个金媒呢，我们是非常的审慎的啊。这个个案，那这个案这个原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金媒是引用金控嘛，第十六条嘛，是不是？十六条是管产的，他没有讲煤的。产是在煤、是在产里面的一环。对，煤是产里面一部分。那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嗯、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讲，就是说金，因为你管煤管太多了，就捞过界。你要管产，因为金控法给你的法源是产。对，它是产业。对，所以因为煤也是产的一环。对，所以我因为我是从金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至于说金产的问题，其实我们一向非常审慎，我们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审慎，所以呢，像这个你们处理这个事情要非常小心哦，是，因为马上就旁边一堆金控的老板兼旁边的这些的产业的所有负责人一堆哦，一堆不是只有一家，一堆哦，因为不是只有跨名字啊、赖世宝是这个金控董事长，赖世宝是这个公司董事长，不是哦。我的弟弟是董事长，他有没有影响力？当然有啊，是不是？我的太太、我的妹妹，那就有啦，是不是？我的家人那就通通连起来了，所以你怎么管？这里面来讲是一缸子哦。以目前来讲的话，所以我是觉得你对于这个所有的辜先生的处理方式，所有的全民是给你按赞啊、哦。可是接下来大家什么马上问你一个题目了，其他产业你都一起管啦、啊，你不能去管这家啊，其他的已经造成事实的，难道你就不要管吗？是联邦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是他底下媒体，媒体不是只有电子媒体啊，是还有平面媒体啊，您要不要管？这个问题哈、啊，确实要值得重视。啊、那我刚才也报告过了，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在监理上我一定有个态度。但是您提到的这些过去存在的这些现象，要怎么样去处理，以及日后再有发生这个除了煤以外的产的问题，怎么样子应对？这个东西没有错，我不能够说等到将来个案呢才去处理，我必须在这个时候呢。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做一个通盘的。现在我们看到嘛，金控的负责人他的家族去控制有电信公司有啊，控制产业有啊，产业的老板控制金控的有啊，这些通通有啊，你要一并厘清，不能够说过去的你不管，不能这样子哦。我觉得过去的要一起管，要一起来弄。我要，这是老百姓全民的期待哦。是，这是全民的期待哦。那位。这个事情呢，我刚才已经报告过，因为我金融监理，我当然先处理现在这个事情要发生。先处理现在 ，OK。但是通盘的检讨，过去的通盘检讨，我一定会通盘，包括未来的，包括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一部分你这样的检讨需要多少时间？可以给我们一份的报告，说检讨出来了。我们会多久时间？这个廖伟是不是三个月可不可以？不，先让我回去检讨一下。啊，哦，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半年可以不可以？半年总可以的吧？到下会期半年可以的吧？就对未来跟过去做一个总检讨，对于金要跨足产，包括媒体哦，是，对不对？一并检讨，因为这个金控为什么特别那个？因为金控是个太大了，有人讲金控等于接近等于是 monster 一样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它里面这个底下有保险、有银行、有证券，钱这么多，它爱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样一来的话，整个产业集中，非全民之福了。是，非全民之福。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向，啊，我们会来检讨。我们希望针对未来，你刚刚讲未来，是，你现在处理了嘛？啊，是。针对未来跟过去如何处理，半年内提出一个
完整的检讨报告可以吧？半年是吧？半年，等你半年就等啊啦。是。可以啦，最好三个月啦啊、哦。半年，半年是。我们目标希望三个月啦，最慢半年啦，可以吧啊、哦？我就不要写提案了，反正就尊重你这个给我们的回应嘛啊、哦。是。提出来，全部检讨，然后看怎么办。是。已经造成了这样子，金控或者银行的老板同时掌握媒体，对不对？同时掌握产业，可不可以？因为如果都是你的钱，大家没意见。金控是银行是老百姓的钱啊，我钱存在你那里，你把我的钱拿去这样子，哦，这个东西，你要讲这个，刚才等一下讲到这个谢金良可恶的话，那他们不知道他的几倍了，对不对？你又拿自己的钱怎么去扩张领土？我觉得除了触犯这公平法之外，我们基本上尊重，不急嘛，不懂嘛哈、哦。但是你是用大家的钱，你去 leverage， 你是用这样的杠杆去做你的个人的事业的扩展，我觉得老百姓是有意见的。是，这个老百姓是有意见，这是完全不一样，跟保险公司一模一样。为什么你对保险业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限缩？从原来的时候投资标的2.1多提高到2.8多，就是这个道理嘛。因为保险业的资金不是他的钱嘛，是保护的钱嘛。同样的，银行的钱不是老板的钱嘛。是老百姓存付的钱嘛，道理这么简单嘛，是同意吧哈、哦、三个道理各位好。另外一个啊，我你刚才提到那个委外操作的事情哦，是你们在查有这样子吗？有这样的声音出来说最近你们在查的时候有些操盘手啊闻风绕跑，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的了解是有部分的、啊、有部分哦。多严重？有没有到 significantly 有 feel 的感觉绕跑？比如说20%跑掉了，因为你们要查跑掉了，怕你查，或者是30%跑掉了，有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 significantly 或者是有 few 有没有？就是非常少数了。非常少数。非常少数。啊、非常少数你就该注意一点啊。是是。啊，该注意一点啊、哦。这个听看起来还蛮恐怖的了啊、哦。好，你请问。差不多就非常少数的人数哈、哦。少数什么？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三四个，四个。三四个，四个，好，一二三四五，五个以内了，五个以内少数了，可以了，哎，好，我们请部长吗？部长还有那个我们台啤的董事长啊。台啤的董事长。是，赖委员好，是。两位长官哦，有个厂商来找我，我基本上是不介入这种生意上的往来，可是他是指控台啤，我要正式提出来，啊，部长你要请我们的董事长去查哦。你们给人家经销权啊，然后自己的厂里面出，等于自己打自己，左手打右手啦，啊，而且标那个标志啊，把那个玉山或者把什么台啤拿掉，然后自己出货去大陆，然后在那里去跟人家打，人家跟我检举啦，啊，我就用这个场所来请你做个回去查一下，是，董事长，啊，查一下个案我不介入，但是我是告诉你，人家已经这样子对台啤的声誉影响甚大啊。特别请部长听着，影响很大了。你给人家经销权啊，然后又去左边就出货去打他自己，这个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啦。是啊，你查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去查一下好不好？去查一下，好，请回啊。那个部长要。好，张部长。这个劳委会说，劳动部了，马上劳动部以后，他底下五项基金呢、啊，一项专款总共超过2兆、啊，他说希望通通交给你啊，您可搞了搞力啊，你要不要接？委员，这要从长计议，为什么呢？牵涉到组织的变革、人员的移拨，然后未来的方向的。你有没有这个企图性啊？仿照新加坡的代码洗这样子啊？干脆财政部你讲，其他通给我来，我集中抄，否则的话，四大基金为什么大家护盘效果不好？其实你骂了昨天骂那句话、很多散户是有意见的，不是散户太多啊，有时候是。你四大基金是左手打右手了、对不对？因为你们不能联合啊，一联合的话也有问题啊，内心交易的问题啊，对，不能够互通有无啊，是不是？而且回到刚才我们陈主委讲了一个东西啦，就是我也跟你咨询了，陈主委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太要求短期了。是。啊、哦，那个主委要不要再上来一下？主委，我。好，陈主委对。请问啊，我们关股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怎么样变成长期？你嘴巴讲他还是因为你要绩效嘛，所以他是短期嘛。有没有一些做法让他不得不长期？比如说
你一只股票买了三个月里面不能卖，比如这样定，比如说，买这个一定是超过几年以上的公司，获利多少以上才能买，对不对？有没有这些限制？他就逼着他一定要买抱的比较长期，然后呢，就抱的比较久。这基金不是要赚钱嘛？主要是要稳健啊，难道不是吗？这个诸位要不要回答一下？这部分我们会在那个就是基金的那个效能提升小组里面去讨论的。那最主要是他现在评价的频率非常的频繁，而且要求绝对报酬，他频率很频繁的。那一天到晚看结果啦。不会，有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他是这个非常短，一年内看好几次的结果。看对嘛？就所以等于强迫基金操盘手就变成一定要跑短线嘛，对不对？部长你同意吗？可以吗？对不对？把这些规格定下去。部长啊，我刚刚回到你还没回答问题，就是人家交给你，你要不要接啦？假如你刚才讲的问题，那个我听起来不是太大问题，只要你愿意，立法院都配合你啦。干脆你们集中，按两倍，要如果真的要护盘，力道比较强嘛，方向一致嘛，对不对？鲍委员，这个也在院里，我不瞒你了，也有人提过了，有人提过，就是要不要成立。把不只是劳委会的啦，包括全系部的退伍基金，要全部基金，全部都去给你啊。类似主权基金的概念，有人提了。对，按你保守。不是保守，我跟我们报告是我提的。啊，你提的是吧？好，所以是你要做的。还没成型，还没成型。凶手在这里啊，人是你杀的。有些事情呢，还没成型，不能讲了、就是。现在成型了没有？没有，还没有。快的啦，就牵涉到组织的变革、人员的移动，还有未来。到底要怎么样？什么方向？啊，你这个研究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答案？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三个月可以吧？这个会期结束已经可以吧？鲍委员，那个所有四大基金的那些都在金监会在讨论。那这个东西哈、啊，就说那个有关保险啊、退休的问题，那我有提到说，那基金的问题要考虑了。对，现在金监会，啊、那这个你在讨论吗？什么时候可以结果？就是三个月呀、啊，给金监会三个月啊。按你自己的。没有，我会自己另外研究了，是，也是三个月吧，可以吧？谢谢，可以了哦。对，因为牵涉到修法这些问题，好了，就可以嘛，三个月嘛组织法的这些变动了，谢谢。好，时间到，谢谢。